嗱，大家都知啦，我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噶啦。點解我可以 keep 得咁 fit， 一啲水腫都冇呢？其實我有個小秘方嘅，就係淋巴排毒法啦。嗱，每日做五分鐘咧，已經有咧做每日做30分鐘嘅劇烈運動咁犀利噶啦。嗱，幫助大家減肥啦、去水腫啦、呢啲咁嘅妊娠紋啦、產皮紋啦，甚至乎咧女士們啦經痛咧都會好有效噶喎。而咧我都會做三個主要嘅位置嘅，就係鎖骨位啦，跟住就係腋下嘅淋巴位啦，同埋一個大髀內側啦嚇。咁啊，我會做呢一個小腿嘅位置先嘅。咁啊，你可以扭去你自己舒服嘅度數，由細開始我都會咁樣做嘅。咁啊，向上一路按。按小腿位置咧，呢一个肌肉咧其实好紧要，因为里面咧有好多呢一个淋巴结喺度噶。咁啊，如果你咧按松咗呢一个淋巴嘅位置咧，其实你成只脚咧，你嘅水肿都会去咗啦，跟住你就变得好瘦好 fit 噶啦。嗱，大髀内侧咧，虽然我成日做运动，但系咧都真系好难减啊，所以我其实咧好靠呢一部机嘅。分零兩分鐘左右咧，啲水腫咧就可以去得好快噶啦。咁啊，其實呢部機咧，除咗咧可以收水腫啊、減肥之外咧，身體唔好啊，女士們有經痛咧都好有用噶喎。咁我會按邊一個位置呢，就係呢一個大髀內側嘅位置啦。因為點解呢，其實呢一個位係最多淋巴結嘅，同埋係好實噶。咁如果你經常咁樣去推佢啊，你咧嗰啲經痛啊，甚至乎肌瘤啊，都會改善嘅。大概20日左右咧，其實你睇到咧呢一個效果係非常之明顯嘅。咁啊，你會覺得咧去曬水腫啦 ，firm 咗啦，咁啊啲皮膚啊或者啲肌肉嘅位置咧都好 firm 同埋好有光澤嘅。嗱，而家我就不如示範大概兩三分鐘俾大家睇下，之後咧你就會見到我左腳右腳嘅分別啦。好啦，差唔多啦，好，熄咗部機，俾大家睇下个分别先。好，嗱，呢只脚冇做嘅，呢只脚有做嘅。我自己咁样睇落去咧，我已经觉得呢只脚 slim 咗噶啦。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啦。嗱，呢一嚿系冇做啦，嚿肌肉咧好实啦，仲喺度啦。但系其实呢个位已经系扁咗噶啦，你睇下。嗱，仲有头先我都提过噶啦，如果大家咧做松咗呢一个淋巴结嘅位置嘅时候咧，你成只脚都可以去到水肿噶嘛。你睇下，嗱，拉高俾你睇下啦。見面都個分別啦，係咪咧？其實只係幾分鐘咧，已經可以睇到一個咁明顯嘅效果噶啦。好啦，排完只腳嘅毒之後啦，當然就係女士們最 concern 嘅肚腩位置啦。咁我自己咧，每日咧都會去做兩分鐘左右啦。記住喎，一定要係順時針嘅方向，我就覺得可以幫助到三大嘅問題。第一咧就係排毒啦。咁啊，因為咧你一路咁樣轉住佢啦，其實咧就會將你裏邊肚裏邊嘅脂肪咧全部都打散曬，咁你就好容易去排曬出嚟，排曬出嚟嘅自然咧就冇肚腩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個紅光啦，紅光咧可以幫助咧你呢啲咁嘅紋啊、妊娠紋啊、生完 BB 呢啲啊，或者產皮紋等等咧，可以咧減淡佢嘅紋嘅顏色。嗱，我自己大概做咗20日左右啦，其實咧我已經好明顯地睇到佢淡色咗，同埋平咗噶啦。而第三就係咧，最近啊，好多媽媽 email 我啊，就話咧生完 BB 咧嗰啲叫腹直肌啊，點樣可以冇咗佢啊？其實咧，你每日咧都係咁樣轉兩分鐘啦，嗰啲腹直肌咧都可以好明顯咧地收緊咗咧，就唔會話一透咁落咗嚟噶啦。嗱，其實我而家咧都做咗兩分鐘左右噶啦，不如即刻俾大家睇下個效果有幾人點住好唔好啊？好，嗱，睇唔睇到啊？係咪 firm 咗好多？線條都出曬嚟咧！好啦，做完腳做完肚，大家最 concern 嘅位置當然咧就係呢一個位啦，因為其實咧呢一度咧係好多毒素，全身啲毒素咧都喺呢一度嚟嘅。咁啊，我會每日都大概做佢一分鐘左右啦，由上一路碌碌碌碌碌碌碌到去心臟嘅位置，咁樣一路推落去。我自己咧就會中意喺個架底位嗰度咧停大概兩三秒左右啦，因為咧其實呢個位咧有好多毒素噶，咁如果你幫佢打散咗佢咧，排到啲毒咧，你全身都可以好瘦噶。
仲有就係腐乳嘅位置啊！嗱，呢一個腐乳位置咧，好多女士們都唔中意，包括我在內啦。雖然我做好多運動，但係呢個位咧都真係好鬼死難減啊！咁所以咧，我成日都會咁樣去轉去變佢啦，希望可以打散裏邊嘅毒素啦，咁就會瘦同埋去水腫噶啦。差唔多一分鐘噶咯，可以俾大家睇下個分別啦。好啦，嗱，我自己摸落去，我已經覺得冇咁泡啦。撳落去呢一個位咧，冇咁實啦。嗱，呢邊就做咗噶啦，呢邊就未做啦。見唔見到啲拜拜肉仲喺度咧？而呢個咧，其實已經係實咗噶咯喎。你睇下，係咪好大分別咧？好啦，我大概做咗40日左右啦，每日都做5分鐘。大家睇到咧，其實個效果咧都好顯著噶啦。咁我專登咧喺呢40日裏面咧，呢只腳咧就做多啲，呢只腳咧就做少啲啦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啦個分別，我自己就覺得啦，呢度咧嗱，見唔見到啊？好光澤，好亮麗啦，同埋咧其實佢咧好收緊啊，冇咁透啊。而呢邊咧其實就雅色啲啦，同埋鬆啲啦，係嘛？同埋我自己 feel 落去咧，其實呢邊咧都輕盈啲嘅，行路嘅時候咧都覺得啊，好似咧輕飄飄咁樣嘅喺呢邊腳，而呢邊咧就好似好重好實咁樣，係咪好靚咧？